家宝们又见面了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吃的唇彩，用果酱来制作，所以非常的安全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把口红吃到嘴里了。首先要准备的是蓝莓果酱、蜂蜜和食用色素，一勺果酱加两勺蜂蜜搅拌均匀。再加上一丁点儿红色色素，继续搅拌。用干净的吸管把唇彩灌到瓶子里。果酱唇彩就做好了，味道甜甜的，吃到嘴里也没事儿。喜欢这个创意的话，一定要关注姐姐，并且点赞转发哦。那今天考考大家，开什么东西不用手，而是用嘴呢？下期见。